你们已经做到了你们所能做的一切，接下来的所有事，我们也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各自去赌一把了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回去了。当然，我就搭一次你们的顺风车呗。好啊，那你可要坐稳了。 终于见到你了，还好你没有事。是啊，幽兰黛尔，终于又见面了，真是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幽兰黛尔，发生什么了吗？啊？ 抱歉，我不知不觉就激动过头了。总之，你们能回来就好。好久不见，雷电牙医，布罗涅扎伊切克。好久不见，幽兰黛尔，李苏商小姐。 好了，大家都没事。请大家在这附近略作休整吧。休息片刻之后，我们再一起向新的区域进发。在五万年前的世界泡被融合之后，我们应该可以从这里继续向下探索了。嗯，大家先休息吧，这样我们也有时间彼此交换一下更细节的情报。不过，再往后的区域又会遇到些什么呢？这或许。 也只有那个凯文自己才知道吧。话虽如此，如果能避开与他交锋就好了。罗刹人说过，那个男人一旦恢复功力，就连整个鼎盛时期的太虚门也将不是他的对手。